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，太阳前锋，锐利南风。刚刚欢庆36岁生日的大前锋杜兰特 Kevin Wayne Durant， 自从换穿凤凰城太阳队的球衣之后，正在持续超越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个人累积得分排名。杜兰特是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出生，身高6尺11寸，2007年10月31日加入大联盟，至今已经14次当选全明星，2次荣获大联盟年度总冠军。杜兰特在职业篮球生涯目前已经代表过5支球队出赛1061次，其中包括1058场例行比赛先发。这些年来，他累积的个人得分为28924分，罚球7910次，有6993次得到分，三分球则拿下2031次。杜兰特于2009年到2014年连续5个球季，曾经创写过每个球季至少收获1850分，最多得到2593分的记录。他在上个球季得到2032分，是职业篮球生涯第8次单季至少收获2000分。至于2022到23年球季，杜兰特由纽约布鲁克林篮网队转移到凤凰城太阳队，表现可圈可点，整个球季得分达到2732分。太阳队的球迷因此可以期待杜兰特在这个赛季正常发挥的话，将成为大联盟历史上第8位球星，在历年征战的路途上至少有30000声的收获。彭广阳，2024年10月16日。